是瑞潭国小的郑志成老师。那今年的我所指导的一群同学呢，他们对于同志婚姻是否应该要入法这件事情呢，非常有兴趣。那他们经过找了很多资料之后，他们发现，目前在社会上、网络上，他们所能找到的资源当中，正方跟反方的意见呢非常纷杂。那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倾向于，正方或是反方任何一方，而是目前在网络上没有任何一个平台可以让正方跟反方同时对于自己的意见做一个很公平、很平等、可以被接纳的方式来做发表。因此两方无法沟通的情况之下，容易出现像目前对于重大议题有不同想法的两方容易在网络上出现谩骂，也就是有可能同志婚姻的这个议题在这里会出现争议。那么比如说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停电问题，要不要盖合适的问题，或者是劳工所谓的一例一休的问题，其实都在于社会上充斥的两方的意见，但是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让这一群人呢互相进行沟通，才容易造成目前各执一词的方式。那今年的同学呢，他们想到了一个方法，他们希望透过这一支影片来呈现一个学生都可以透过这一种理性和平的方式进行对话，那希望借由这种方式来带起这个社会的一个风气，让大家可以对于像同志婚姻要不要入法的这种重大的议题，而且是很有争议的议题，可以用更理性的方式来做对话。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由我们的同学来进行，谢谢。我是梁邦宇，我是赞成方。我们的第一个论点是可扩增婚姻的参与者，就是如果同性恋有合法的话，就可以让想要结婚的人增加。好，那我们现在可以请粉方的同学提疑问。反方没有疑问 ，OK。好，那我们。大家好，我是瑞潭国小六年级林奕腾。我反对的理由是，第一项是小孩同时需要父爱和母爱。请问暂停方有没有需要提议的？没有。理解。谢谢大家。好。